喊到哪儿了？等一下，醉了，我有点紧张。我今天一遍在这练，练了好久呢。光看礼物在那儿，我没有看到礼物，我就在看词儿，我就紧张，你知道吗？谢谢我大侄子，谢谢。录着呢，我等一下，我看看飘了，我不知道词去哪儿了。什么表情啊？就是这个表情可以吗？我就想问，词都挡住了。录下来的好。